选前最后一天哦，即马候选人拢点出最后的步数，要催出选票。伫咧高雄市小港前镇选区，即马是三个候选人，选前真紧张。普通一位立委候选人陈志忠哦，会知影是请出来。行政院前院长牛俊雄出来强化，自己是代表正立军，要争取更加多选票。那当然，我是民进党串党的党员啊，当然这个另外一回事。不过我今天来是基于他们这个家族，是三年多来世代受到这么大的灾难，我基于宗教的关怀，特别来鼓励他。这个选区目前最新的，好，咱的这个选情的报告，好，这是地中人国民党的候选人在对决，在车拼，也只有地中有能力来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。不过张俊雄并无表态，讲是伊是支持陈志忠，而且哦，伊中昼时阵嘛去民进党候选人郭文成的竞选总部为郭文成来加油。不过陈志忠会当请来民进党的前辈，就是希望讲会当推出力赢的支持者，把选票集中伫咧伊的身躯。